大剑攻速。天选压缩。靠。哎呀，天选大树啊。我不想玩拼多多的。我先换点玩行不行？能不能换点玩？能不能换点？能还是不能？哎，攻速可以，给个亚索天选。那决斗大师也没人玩。烦死了，没这命儿啊！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月神耀光石有个屁用！耀光石，我还得演个塞拉斯。你玩啊？盛宴在等待。我要播种恐惧。输就输吧，我前期也不拿那狠人打工了，拉倒吧。包女儿我也不想拿。他们不会喜欢这个的。滑板孩，滑板孩也不行啊。看看滑板还表现如何？表现不错。你没拔死，为什么要拔人家呢？看看滑板孩什么时候能把这塔姆给拔死，不知道扎多少颗毛能给他拔死。哎呀，拔死了。
亮牌是吧？喜欢亮牌，喜欢剑是吧？他妈的，早上我都没理你。给位吧，上个四斗，配个劫，前排一顶，后排一突，不挺好的吗？给塔姆一个蓝 buff。我曾经想过给塔姆三个帽子，后来我发现滑板孩的手段极其残忍。天选人马，不好意思，我能吐后排。啊，杜根，怎么的？我四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呀？我干他，破甲，不就是个小人马吗？打不过吗，兄弟们？看来是打不过。不行，猴不上了吧？不过两星英雄确实有点少啊，这是全是一星的。再给个女神之泪，锁着甲也行，锁着甲。双斗和重装前期哪个厉害？都差不多吧，差不了太多，感觉没差别。
咋全是闪避呢？别闪避了，行不行？本来就伤害就低，还老闪避。本来虚区就低，能不能给个劫？还有能不能给点就是两费的天选之人？你老给那一费的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这饮马手段挺残忍的，开始连麦了，虚区不太够了呀，打的饮马不掉血，我们得要个日炎啥的才行。海洋向前奔涌吧，拿错了。胃，胃不行，撇了。准备好了。御剑分女儿也要啊。是我就不要，我指定得有梦想。大剑狐狸，哎呦我操！大剑狐狸可太猛了。给我也来个天选小法吧，行不行？我没这命吗？啊？键盘还没回来吗？没回来呀，键盘。键盘预估，我看啊，他跟我说预估键盘10月20几号能给我整回来。这不行了呀，这谁也打不过呀，这啥玩意儿？连个大棒子都没有，都没打过啊。
这波指定是给我写住了，我这一看碰的全是狠人呢，我操！狼哥救命啊！给个大棒子，给个拳套子吧，给点小法师吧！救命啊！受不了了，活不下去了。全他妈是这病兮兮，大棒拳套来，漂亮，再来个拳套来，差一点儿啊。赶紧地，受不了这刺激，上质量，给个小法师锁血，把努努杀了，不会吧，传送门双杀，你俩像个人了，快点给个小法师锁上血，我们直接起飞，别人小法师都没装备啊，小法师呢，放左边，我这波省着我老放右边愿意干，啊，哎，没死，不掉血还连麦不好吗？不好啊，这把虽然我们血不多啊，但是我觉得我能前四，给一只小法师就行，你别老在那跟我整那其他的阵容什么，哎呀狐狸跟猫不比那什么小法子厉害多了啥啥的，你自己玩去就完了呗，对不对，你自己玩去呗，你要觉得狠你就自己用，对不对，上传个攻略，开发一套打法自己上分去，你要觉得啥啥啥狠啥啥啥能换，那你就赶紧去自己去上分写攻略去，你老跟我这玩什么玩了呢，你老跟我说什么呢，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呢，关键是你跟我说一点用没有，还招人烦，自己拿去上分呢，呀攻速小法师不好用啊，这拿贵一点的，老八出门了，不能，这把不能第八这把我强度够
跟上把不一样，上把是没有装备，这把有装备没关系。给个二星小法就可以锁血了。赢一把罢了，弟。这个打这个应该还行，银马稍微死的慢点就行，而且他寒冰没有吸血，应该能赢，没事，赢了把银马拿了。给个小法师吧，我操了！我倒不是说想他伤害多高，你知道吧？他血太少了，那让人一点名一点不就死了吗？死太快了，你看，让人点名一下就点死，这同行马上就不行，看着没，刚才这是第一名的，为啥？因为没装备。狼哥打完给一只小法师行不行？就一只就行，我都不要多，我也不求太多了。银马生不生无所谓，能生最好，生不了就拉倒。给点防装，来个小法师行不行？外边几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十，加上我十一十二，一共十二只，也多，外边多也不多。说多也不多，再给一只，行不行？这玩意儿呢，给个魔抗大腰带吧。锤子不拿了，这都不拿。哎你妈哟！这也太膈应了。正在觅食。还碰上吴亦凡了。本来这倒数第一不碰我早点死，一点事儿没有。非得还碰我一波，哎，可以，给我一个吧，小法师，给我一个吧，就一个就行，就一个，不用多，就一个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一个小法师就好。能不能给一个？求求了！分散点吧。
进夫一个滑铲。别死了，哎，给一个行不行？外面数一下应该没了，我刚数完呢，他哈没了呀，为啥就没了呀？他不是没了，他就是不给，他就是恶心人，他就是不给。一共这才他妈六个，这是七个，第八个，这是九十十一个，加上我才十二个，十三个，恶心人。真鸡巴烦，二星就赢了，二星狐狸刚才直接死，哎呦我操你个妈呀，可算他妈来一个呀，你都没那事儿，升到二这都打不过我，都没有这些事儿。别给我刷小法师，别气我啊，别气我，别气我，我受不了这气。我放脚里边吧。这样这首老母猪还大不到我，挺好的。如果没有吴亦凡的话，这把不出意外应该是前四了，可以，有可能能吃鸡儿，除非别人小法师删了，或者是寒冰删了，或者是狼人删了，或者是进夫太猛，只有这四种情况我们可以输。我带走四滴血，
四滴血呀，那家二星禁夫我不一定能打得过呀。正义之手给谁呢？给蛇女儿啊。给蛇女儿吧，给蛇女儿能快点放大。然后这个小法的话，种蜜狐狸，往这儿放一点吧，放到这里。算了，放左边吧，放左边，放左边。我递我也递不着东西了，我们不如升级来提提自己的东西。递我们也递不到东西，算了。那银马为什么不放技能啊？咋不放技能啊，马兰？为什么一直平 A 呀？哎呦天哪！底下的人全部都是丝儿血啊，全部都是丝儿血，调好站位，兄弟们。这波这个禁夫挺吓人的，你知道吧？这禁夫挺吓人。调好站位。我蛇女先放大。别死。你妈的。这就是差点运气，我蛇女儿有正义之手，没有她蛇女儿放大放得快，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。